好，谢谢。来，我们等一下，我们有颁发我们的小礼物哦。来，请到前面这边来。哦，不能偷播。最后的重点是在第二棒的爸爸妈妈，对不对？加油，加油！要让小朋友知道一下。我兄弟啊，过去伫伊个大同区哈，甲咱的这个啊南势社区哦。啊，这个西贡经历了这个精髓，来到这边，我们还有这个农村的一个博物馆，大家可以来看哈、哦。那我们呢，彰化县总共有八个我们的这个啊家庭福利中心。那鹿港的这个区块是刚好在我们体育场对面那个三义咖啡的上面。那在这边呢，家庭福利中心可以协助我们啊地方呢啊我们的一些弱势朋友，或者呢遇到问题的乡亲，都可以多用一下我们的家庭福利中心。那这我们希望把家庭福利中心的功能呢，也让更多的人知道。所以在这一次我们有系列的一个活动，那鹿港这个是其中的一个。那最主要是也是让我们鹿港地区的乡亲能够再跟社区再连结。所以今天带大家来到我们的南势社区，让大家来这边走走看看，也为大家规划了一些啊亲子共有的活动。包括等一下怎么样来剥柚子跟玉兔来导这个啊麻麻吉哈，这个通通都社工们设计的非常的多。等一下这边还有许牧的一个农村的一个文物馆哦，那再就是把过去我们农村的这个相关的部分呈现给我们的大朋友跟小朋友来了解哈、哦，因为咱所以请问这哎呢不去做产哦，那我们更何况我们小小孩。那最近我们也一直在加强所谓的食农教育，也希望呢从我们的这个啊这块土地开始连接到我们桌上的食物，让更多的孩子们也都能够了解哈。那县政府呢，那一直努力在做一个宜居的一个这个城市哦。那所以说我们呢是从我们出生一直到长辈，我们都会来啊尽心尽力的来照顾。在这边特别谢谢我们王处长带领的团队，那非常的用心。那最近我们又主动出局哦，过去我们的社会安全网大概就是有人通报出了事情，我们才开始再去做相关的一个这个接手。那我们现在呢开始推展一个叫做啊这个鸡婆哈、哦，希望大家多鸡婆一点。那在我们的周遭，如果家有遇到我们的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有任何的问题，你觉得可能是个引爆点，那也可以提早跟我们的社会处这边，或者跟我们村里长这边来联系，那让我们建立一个绵密的社会安全网，那一起来守护我们的这些啊小朋友，守护我们的这些弱势哈。那另外的话，我们呢也推展所谓的友善的一个育儿跟我们的在地安老哈。那所以说，我们从8月1号，除了出生3万块以外，每个月呢第一胎是5000块，第二胎是6000块，第三胎是7000块钱呢、哦，衔接到我们的3到5岁的这个部分，我在我们公所的公托是只要1000块，那县政府呢也有20几间的非营利幼稚园，那是2000块。那如果来到我们125间的准公托，你只要3000块哦。所以我看到很多年轻的爸爸妈妈不用担心哦，努力生就对了哈、哦。很多的部分现在政府都帮大家想到了哈、哦。哦，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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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哦，你看我们小朋友发得非常的热情，有没有？哎，耶，完成了，请你把柚子举起来！哇，成功！掌声鼓励！哦，来来来，第一名！好，等一下，来来。